每天都冲藕粉缸，今天来冲这个粉末状的，一勺，两勺，两大勺。然后吧，把盖子给它盖上哈。然后加凉水，我估计两勺凉水都不够，因为我刚才加了太多的粉了，搞三勺吧。哎呀，太勉强了，再搞一点。一定要给它和开哈，如果说你的水加少了和不开是不行的哈，冲出来肯定有一块一块的。如果说水加太多了的话，冲出来它就特别稀，而且可能会不成功，变成乳白色的，就不好吃了。所以说这个自己得把握好啊。然后下一步咱们就得加开水了。这款藕粉呢是19.9一桶的，买两桶赠送一个玻璃碗，勺子是不送的。加入刚烧开的滚水，快速的倒哈，一下给它倒到位。看，它已经变成透明色了哈，然后我们给它搅拌开，搅拌均匀了就可以了。这款藕粉的话，脂肪含量是最低的，而且呢，饱腹感很强，吃起来的口感是微微的有一丝丝甜味哈。老人、孩子、孕妈、哺乳期的都能吃，它没有添加剂。藕粉就是莲藕做的，然后里面添加了一些果干，加了少量的冰糖粉，所以你吃起来呢有淡淡的清甜味。一如既往的搞点咱家的芒果干，今天切的是条条。刀工不错吧？今天的藕粉羹看起来不错吧？真是好吃，